觉得好麻烦哦。反正以前玩到现在也没有用那个显示形量。啊！不要不要！呵，我吃。哦，又都吐了一次，吐两个，哎，根本不让人活嘛。然后那个双刀，啊！不要！呜、哦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帮你们补血，完全不要担心。呜、哦！呵！破坏部位，哎呦，不错不错。我在想，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穿那个名刺龙装备啊？每个都要一直疯狂损血的，火力是很高啦，是很棒啦。但这样不觉得打那个羊妈有点危险吗？难怪我想说怎么补吃的这么凶。再来，啊，糟了，他会叫，他会叫，啊，不会叫，奶妈就是要这样干的，真是的，不是说有奶妈就给我尽量省血啊。啊！不要看我！哦，你怎么被击？你怎么被击毙杀啦？你被击毙杀了你！哦，火力还不错哎。嚯！哦，赞赞赞，这伤害不错。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！再来。驯灰龙的黄金，噔噔噔噔噔，拜托啊！哦耶耶耶，拿到了拿到了，拿到了拿到了，那我们总算做完了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好的做好我们的本分呐、啊。接下来我们满足感很高了，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
我当然知道你要打我这啊。打他头部吧，哦，我觉得这团其实不错欸，现在遇到这团还不错欸。每个都算厉害，哎呀！自从昨天开始，好像他都一直针对我们。啊！等一下，不要不要中弩！我才刚讲说，看起来这次好像很不错哦，然后结果马上就要打我脸了吗？别别别别，等一下等一下！啊，还好还好。我差点想说，你们就这样是直接打我脸了，别啊不要啊不要这样。小心火烛啊！哼！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好多，他现在动作变快，我完全不敢软化。谁？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能说没关系啦，是以我们来说没关系啦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挖到那个重要素材，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做鞋子。显示血量的被防毒删除掉了，因为这算是有点那种附加的一个小辅助工具，然后用在磨练上面啊，可能会被判定说是在修改游戏或者是额外的非法程式吧。而且像之前那个一城余生四，我有用 mod 啊，然后它算是支援 mod， 我那用 NNN 的啦， NNN 下去基本上还不至于会被侦测说有，就是说它是不太合适，然后另外用 mod 的话，成就就会没办法解锁，这也算是一个麻烦的点。
因为我有点想要拿成就，所以 mod 可能暂时会先没有了。那这上就看吧。现在我已经学知道怎么样看那个小雷达，当那个 boss 要趴掉的时候，小雷达直接看他有没有冒骷髅头，有的话就代表是啊。我还没做妆，看两个人怎么样。上次好像写想说两个人写七万，算我还是用救难好了。两个人怕这样棋打太久了。抽奖喽！直接这刚来就被压了，呵，防御，防御是件好东西。我骑啊，就是不让我骑。哎，狩夜敌耶，好难得哦，野团真的很少会见到狩夜敌。不要过来！为什么他一定要过来看着我？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。我火力最低耶，我现在的我是捕尸，然后火力最低。你又何必这样呢？你好好的去打另外三个人不是很好吗？这样我也不用一直躲来躲去啊。好可怜的狩猎敌，他在帮我们开状态，然后结果被压到了。哇！吃到第五瓶了。要离开了，他要离开了。
等一下，狩猎点他防御怎么这么低？压一下就死了。这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用一下火力了。哦，又在吐，又在喷。就是等这一刻，全力以赴。哎 ，what？ 啊，不是吧？啊，等他一下，等一下，差点 impossible， 你一想这真的 impossible 了。他在运作中，他在运作中，照，有时候会这样啊，有时候他画面会突然停住，然后他背景是在执行中的，顿住，不止顿住，我现在。糟糕！我在想说要不要赶快重开游戏，他直接卡住了。我们等他半分钟好了，半分钟如果他没有回归啊，他没有那个回来，我先关掉，然后再来好了。等他一下，哦，我以前好像我只能说这 Win 死了锅，因为。以前会这样，现在我会这样。以前那时候电脑效能还不是很强，那时候笔电嘛，啊，现在已经换电脑了，他竟然又直接停住，那就是代表是他那 Win 10的问题啊。重开吧，啊好，断了。OK， 重开吧。Steam 他也断线 ，Steam 他也直接断线。真是莫名其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们再开，苦力怕真的爆炸了。不过其实我没差了，因为我已经打到那个素材，我已经打到素材了。我就说我套装已经凑齐了，我套装凑齐了。我现在要做鞋子，做鞋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刷其他的龙。就不用说一直都是那个金羊。不过像那个阿鲁贾嘛，阿鲁贾他缺武器，武器的话尽量就是要用那个刷那个活，不是活动，是特别任务，他还在奋战中。基本上有时候越赶你会觉得说越长，所以就干脆不要赶，放慢步调，然后慢慢去打。你打赢了吗？要不要打力战明波？我先把这个装备做出来。你要武器的话，你要打那个，就是活调查任务，要采任务才可以用。好，超彗星。OK。耐受一切之守护。好，进行装备，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。现在的我们缺什么？体力恢复样，满足感。力战凌波也可以啦。精神。OK， 那我们的那个满足感呢？持续奋斗，我们现在也在奋斗中。
结石攻击出，结石回避出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删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拔刀，拔刀，挑战治愈。拔刀准备，拔刀。OK， 看来我很稳了，我现在已经很稳了。你自己看我那个技能，接下来就是用破坏王。我突然看到一件事，我这边把它换这个。然后素娜收刀术，有了，体力恢复量下降，体力恢复量下降了，治愈珠还要一个啊，不行，少了治愈珠，重击珠，为了用这个重击珠，然后这整个都。收刀术，我现在缺一个那个体力回复量。我在想说该怎么办。拔刀已经满了。素娜治愈。好吧，我们就用素娜吧。把素娜换掉。收刀术会下降一点。然后素娜就放在这边。啊，有了。满了。收刀快吃满足破坏拔刀集中会超会体力回复量广域化全满。等我这个啊，不，他的格数还蛮多的。好，再来第五个组合。嗯，推荐游戏，好，哪一个？哪一个游戏来推荐一下？像你刚刚推荐那个《Daymail 1998》，去年出的。失忆症吗？不要。ごきげんよう。一战明波。等一下，你那个 AR 要100欸，你的 AR 要100，我 AR 就有79啊。等一下不行啊，用不了，接不了。我发现好小他实况的游戏也超级多的、欸、赢。好，我看一下活动有什么。还是巨魔之地，因为我的那个集中啊，我的集中护食好像提升要巨魔之地残爪龙啊。你开巨魔之地吧，然后我跟你去，你开巨魔之地好了。OK OK， 好，推荐游戏，你还在找吗？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
安安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啦、啊！我们总算刷完那个金羊了，看看我们的装备，完全变不一样。很明显的，除了裤子以外呢，它是非常的莫名其妙的。奶妈装备啊，广域化武，几乎整个接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直接吃到我的药水，体力回复量 up 1.3 倍还 1.4 倍，超彗星集中，我的技能超高的，呵啊，其实就前面那几个啦，后面那些根本就没什么用。巨魔之地，参加这款 Lugiu Galaxy。哎，为什么你这个也是 AR 一百？为什么难得一个巨魔之地也是 AR 一百？奶妈化，对，我完全变奶妈了。这就是我跟你的差距吗？你的等级太高了啦，哇，549，越来越高。之前看好像不是才500出吗？现在549，太强了吧你。The Blue Galaxy， Galaxy 不那个吗？三星手机。我看一下，啊，侠盗银河哦，侠盗银河，这之前好像你们有跟我推荐过啊。好，我记一下，侠盗银河，侠盗银河哈，好像 PS2 开始的。好，储存档案 ，OK， 我把它记住了。然后另外那个 Demo 1998，它有试玩版，我之后来试试看那个试玩版看看。如果玩的还不错的话，给我吧。买给我吧，等他特价，推荐特价买给我。三星手机不是 Galaxy 吗？啊，新增到愿望清单了，新增到愿望清单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开我开我开。嗯，看到了，他就侠盗银河。之前好像你们有推荐给我，那时候这样吧。试玩版等着 Impossible，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那个不是不是不是侠盗银河，是指另外一款那个 Demo 1998兽龙种，差一点。他有在试玩版 Demo， 不过我如果是能有中文的话就更好了，没有中文的话就太棒了。这样毕竟这样我们看的比较懂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去那个瘴气之谷，提升一下瘴气之谷的等级。错等干爹干妈，我对对对，现在虽然我们认了一个干爹，认识的，可是主要是以射击跟那个策略模拟为主。现在很多游戏的话，要另外认养第二个干爹干妈，大概会变这样。我用一下那个冷饮，啊，到时候试完版就可以看着我失败了，太好了！你们这些家伙都看着我失败了。看一下哦，在这边上去那边吧。反正呢，我是来打那个凶爪龙的。话说我来这边，我来这边，然后穿那个奶妈装备，
啊哈，凶爪龙出来吧！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等一下。不要跟我说我难得就这样跑过来了，然后结果竟然没有任何一只。据我之力，我这边之前来一次啊，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来了。然后很好，太好了，我就只是要强化个那个布石而已，也要那么麻烦。